对，上几年级了？二年级。你现在读哪个学校啊？ Georgetown University。中文叫华盛顿城大学。有可能。乔治城大学。对吧？ Okay。 你读什么专业呢？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当时你在毕业的时候，现在是二年级了，对吧？你毕业的时候有多少个选择呢？选学校呀。对，你选了几个学校？差不多有五个吧。都是什么学校呢？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是一个学校，还有加利福尼亚。加州有几个学校？什么学校呢？洛杉矶的那一学校，洛杉矶分校。还有San Diego。 圣地亚哥分校。yeah。 对，还有哪儿呀？Penn State。 宾州大学。对吧？那当时你为什么最后这些都放弃了，而选择了乔治城大学呢？因为那一直都是我第一个最想去的大学。为什么？因为离家里不是特远，然后有最好的机会让我给我的工作提高。那你的机会是指什么呢？机会上老师，或者工作，在夏天的时候，或者上课，就是他们大多数是上课，那些老师是最好的。也就是说，这个乔治城大学是你最向往的学校。嗯，因为那个学校出了很多名人，你知道吧？对，专门是国际关系。对对，就是全部都走了的。对，特别是。而你选这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对吧？是。哎，里边有曾经出现过Bill Clinton、 Arbright、 国务卿，是吧？还有哪个名人？ Bill Clinton、 克林顿总统。那以后你学这个学，你到这学校学习有什么志向吗？也当总统？总统有点太难了。但是有可能给政府工作，做一个高级雇员。嗯，政府的雇员是吧？或者当一个律师，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没决定吗？那你到这学校之后两年了，嗯，你感觉它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吗？是啊，我觉得我没觉得会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到那儿再自己看有什么不同的，人什么机会，不是我到那儿想做什么东西。你现在这个学业很忙吗？现在开始更忙了，因为前面都是我必须要把学校说我必须要上这些课，我把那些课刚完成，所以现在我要需要开始上我真正的专业课，所以那会更难一点的。那你的专业课都包括什么内容呢？是，你可以讲英文。 OK。 像 politics， 或者不同的国家的政治，更不是，就像我学校我需要上信教的那些课，因为我的学校是一个宗教学校。然后呢，我还必须要上什么历史课，但是那历史不一定是跟我学的有关系，就是我随便必须要选一个课。但是现在我可以选，就是政治的，说不同的国家。然后呢，什么我也是挺喜欢西班牙课，西班牙语，对吧？那你觉着你上了两年之后，你认为这是你向往的那个学校吗？是。那你以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Target 毕业完了。对。有可能去当律师，去 law school。 你觉得这学校可以帮到你吗？我觉得可以，因为
这些老师真正的想让你做好事儿，到做大事儿。所以，要是你需要什么帮助，要是你作业不懂，或者你想说毕业以后的事儿，他都会帮你在那儿坐着说一大堆东西。如果说有其他的同学想上这些校，你会给他是什么建议吗？哪些是最好的专业？我觉得他们应该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idea 他想做什么。但是我觉得 Georgetown 最好还是像国际关系或者英文学或者什么语言那些生物学那些东西还行，但是 Georgetown 更是给那些 humanities。 对我的理解，好像我理解这个 Georgetown 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摇篮，对吧？因为他那儿毕业的很多学生都进入了白宫，进入了国会。你想走他们的路吗？有可能呀，但是我不知道要是我想做政府的那些事儿。因为在那个国会山上华人的面孔还不多，你想成为他们其中一个吗？我不觉得我会当真正的国会政治家，政治家，但是有可能我可以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你觉得这学校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吗？我有一个不满意，但是像我需要上那些说有不同的教的课，我要上两节那些课，因为那就是这样的学校必须选择的，必须要。然后呢，但是我是不特喜欢那些课，我想上别的课，更有趣的课，就是我必须要上这些课，但是这就是我学校的规矩、yeah、这是你不太满意的地方。除此以外你都满意吗？老师非常非常希望你有特别好的前途，哪天如果你真的进白宫了或者进国会了，老师会很高兴的说这是我的学生，因为你会帮到很多华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华裔对不对？华裔在美国的政治方面地位不高，你觉得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美国的system 就是给白人的。我觉得有可能华人还没有黑人多在这地方，但是黑人也上不去，因为就是这些白人这些男人只能是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很难才能真正的改变这些。你想为改变这件事做点什么事情吗？那当然了，但是不是一个特别不简单，因为你不能就说哦，我做这个就会有结果，你必须要试不同的方法才能真正的看到什么结果。老师祝福你成功，谢谢，能为华人做点事情，因为你是一个华人，你的中文非常好，以后还有没有继续学中文的打算呢？有可能呀。你在大学学中文了吗？我在大学学西班牙语，要是我有时间我可以学，随便学一点中文，但是大多数都是西班牙语。老师祝你成功，谢谢。